我们英语学猫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汤力逊目前的位置呢是在呢阿姆斯特丹的国家海事博物馆。在国家海事博物馆呢，现场也展示了呢当时候呢荷兰呢女王呢她所呢乘的这个金的这个船我们看整个船呢气势非常的雄伟。那旁边呢也有那个影片呢来呢证明呢这艘船呢就是当时候呢女王呢亲自呢坐的这一艘船。尤其呢在船头上呢我们可以看金光闪闪的这个造型然后呢非常的有力量我们的战神，然后呢拖着这个骏马可以说是有很有力量的往前前进。然后呢在这个馆呢旁边呢这个也是让我们很惊讶的，这个呢是一艘真的船。来汤力逊老师呢生平要第一次就是要登上这个船了。这个是真实的战舰当时候呢荷兰人呢入侵了台湾其实他们就是用这种战舰当时候这个是很恐怖的，你看这个大炮船舰炮立在这有没有，所以呢要登上呢这一个真的战舰心里还是蛮感触蛮深的然后呢正对面的就是我们的海事博物馆。来我们来看真的战舰感觉怎么样，我们哇，然后呢这一边呢就是学生们哇的这个比基尼派对这个比基尼派对，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哇这个是学生们呢的比基尼派对，哇这个是不同的文化了。其实在欧洲的话穿比基尼没有什么，他们从小时候就给他穿比基尼了从小就给他穿比基尼所以我们会觉得没怎么样了但是对我们东方人来讲就不一样了这个这是呢刚好呢看到的比基尼派对，给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最重要的呢是赶快我们来上这个船来看现场的情况，哇好高挑好高耸的感觉是吧大家看到了汤力逊老师要进去参观英语新闻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海事博物馆为你做的采访报道。再次谢谢大家对汤力逊老师 UP 独家直播的支持，谢谢你们我们看这位旅客很忙他一直在忙的观赏前面的比基尼就让他去忙了，我们不要打扰他。好，然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安全人员他们安全人员其实都好高壮有没有，他们都好高壮的感觉好，那我就登船呢去探险咯。我们英语学猫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汤力逊冒险王子呢是在荷兰的海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呈现出了荷兰呢他们在呢这个海军方面这个曾经呢是呢世界领导者地位的一个情况。这个博物馆呢已经呢建筑有400多年了，当时候就是他的海军的这个仓库，现在把它改成一个博物馆。博物馆里面呢呈现了各种不同的展览品有艺术有油画，然后呢有雕刻然后呢像这个的话也是大家很爱看的就是呢实物上的船这个也展现到我们的博物馆，然后呢那个是缩小版的这当中当然也展现了很多呢当时候的海军呢他的一个英勇的一个作战情况还有呢海军的这个将领领导者他的雕像他的油画都是在呢我们荷兰海事博物馆。英语新闻报从呢2019年8月1号到2019年8月29号一个月的时间呢在欧洲为各位做直播，
谢谢大家热情的支持啊、哦！大家告诉大家，汤丽萱老师在荷兰海事博物馆。我们英语学猫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汤丽萱目前位置呢，是在我们阿姆斯特丹哦。这个呢是呢我们海事博物馆，它所呢呈现的，就是当时候呢荷兰的战舰哦，这是一个真实的战舰。我目前呢也来到了战舰的里面哈、哦，目前是在战舰的地下层啊、哦，这里面让大家看看当时候呢，我们荷兰的海军，他呢在世界这么有名哦。汤丽萱老师忽然意识到，因为荷兰呢，它呢这里的话呢是水都，所以它很多的水，所以呢因为它的水，所以呢展现呢它的船只哈、哦、的开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先进。哎，现在汤老师漫步在那个船的底座呢，感触很深的了、哦、深深的感受到他们真的超厉害的。这个都是三四百年前、哦、他们能够建造这样的船，难怪我们这个中国、哦、真的是没办法，那时候满清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人家相比、哦、真的。你看像哇，这个好酷哦，船好酷，好哟。那我再到带各位到上面去看，哇！再看上层，真的，这次英语新闻报呢，再次谢谢 Apple 公司哦。来，我们这个上层呢，真的鼎力的支持。汤丽萱老师呢，2019年8月份一个月来到欧洲直播啊、哦，我想带给各位。所看到的真的是一个惊喜，包括汤丽萱老师啊，那这边呢会刻有呢这一个啊船员的名字，然后上去呢二楼，好，再给大家看一下。哎 ，Hello， How are you？ Yeah， I'm TV journalist from Taiwan. Nice to see you。那小朋友好可爱哦，有没有？呀、yeah.。我们见识到，哎呀，这个他的船坚炮利哦，真的我们感受得到，大家有没有感受得到？哇，汤丽萱老师呢，就是在呢这一个啊荷兰为你做的采访报道，真的感受好深哦。正对面呢就是呢我们的国立海事博物馆啊、哦，我真的来到了。舰队上呢，这三四百年前呢，这个舰队老师真的来了 ，I'm here， 哇，真的很感触很深，我真的来了 ，I'm here， 好、哦，谢谢英语新闻报，祝福大家，汤丽萱老师在荷兰